一年一度的宰羊季节又来了，今天我们叫宰羊。那汉阳泥巴多，我要把泥巴擦了。这今天第一次扒皮，这是三块钱。我是念书的时候宰过羊的。我宰羊前撒个肥点。今天晚上就要上电视了。甩远点来。那羊扯完了，准备宰羊了，你回去把饭出去。你就。他们宰羊，我现在又来当饭厨子了。我来拆个麻辣鸡，凉拌一个猪蹄，青辣椒、红辣椒、姜蒜，两个人一碗米，四碗就可以了。早上他们吃饭比较早，早点煮午饭。蒸碗蒸一蒸，农村的干活必须要吃肉才行。花椒。你就放进来，我们要快点炒好，所以三个锅一起上。那我不放进来。锅，今天的麻辣鸡炒得安逸了，看起来都有食欲。嗯，不要。凉拌猪蹄。凉拌凉粉，手撕兔，撒点葱花。饭做好了没有？我们挂急救，一喊大我们就回来吃饭了。把肉翻起来，摊一下，烫死了！哇，不错嘛！你们尝尝看那味道怎么样哦？哦，你们吃肉吃哦。嗯，爬不得，爬得，爬不得，爬得，爬得，路爬得，昨天就路爬得，哎呀，就讲，嗯，你没光光，来，来，嗯，我也不是吃嘛，我明天，我给你饭嘛，我自己要，我给你，啊，我给你，那你慢吃，别吃，多吃个，来下午还吃，要得，要得，哎呀，等下我们去宰羊了，铁妹儿，你把碗洗了，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胃口都变小了。现在我就来洗碗，他们去宰羊，我把碗洗了，我也去干活了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